开机之后，咱们点参数设置，点下一页，进入这个点标定，进入这个标定页面。咱们先拿咱们已知的砝码，这个砝码是1000克，咱们往秤上放一下，放到秤台上面，看出来的实际重量是580克，证明这个秤不准，咱们需要标秤。咱们按照这边的步骤来，第一步按下零点标定，点完零点标定之后，放置砝码并输入砝码重量。这个砝码是1000克的砝码，咱们先把砝码放到秤台上面，然后输入砝码的重量，1000。然后点 ENT 输入，输入完成之后，咱们点第三步，按一下量程标定。好，上面数字变为1000，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砝码从秤台上拿下来，好是零，再放上去，好是1000克，秤台已经标定成功。接下来咱们点返回，然后点手动，或手动输出。然后咱们首先要点一下这个搅拌啊，首先确定搅拌会转动，然后第二步点一下这个清料停止，螺旋点清料停止，清料的时候是螺旋在转，螺旋转动的时候，空转的时候会有噪音，会有一定的噪音，如果噪音过大的话，需要看之前的调整同心度和螺旋高低。然后把螺旋调整好之后，开始添加物料。咱们找一个东西往这个加料口处添加物料，添加的物料不能太少，太少的话螺旋根本搅拌拔不住物料，稍微多一点才能试出效果。物料添加完成之后，咱们需要接物料的容器。这个是六位开关，这个光电的感应距离是可以调节的。此处有一个白色的螺丝钉，然后顺时针旋转感应距离变大，逆时针旋转感应距离变小，咱们把它调到合适的位置。这个位置是感应到东西一次就会下料一次。不管是调节光电同心度，都需要把急停按下之后再来调节。然后急停打开是按照这个方向旋转急停旋钮，打开急停。调整完成之后，点开工作画面，打开搅拌启动。此时搅拌没有启动。咱们看点参数设置，点下一页，搅拌功能为间歇搅拌。间歇搅拌是指下料或者上料的时候，搅拌会自动工作，把它改为长搅拌，搅拌会一直工作。咱们先用间歇搅拌，然后进入工作画面。首先输入包装规格，咱们以500克为例，输入500克，然后点 ENT 输入，输入完成之后，咱们需要把咱们的罐子接物料的罐子或者袋子放入电子秤，去皮完成之后，把罐子放到出料口的位置，右手去感应光电，
把罐子放到出料口的地方，然后咱们先点一下清料。好，只要料清出来了，清出来一点料之后，把这螺杆把这个料杯里边的物料充填完成之后，就可以停掉。咱们把接下来物料倒掉，然后放到出料口处，此时可以感应光电。好，放入电子秤。好，再放入电子秤。实际重量会自己调节。大概几次之后，会越来越靠近目标值。这样就调试完成了。